因为正义，林靖怡当选，林靖怡当选。四大公投，大家都好不？好。哎呀，陛下，应该去甲问的吼。嘿，麦克风爱吐而已啊，嘿啦。啊，讲用英语嘛会使。这摆都有一个补选，甲人陈柏伟罢免掉。安尼，这摆全台湾拢看这段。全台湾拢在看遮，啊，安尼你去用拄麦嘛是应该啊，人去甲你查你的条件嘛是应该啊，人问讲你哪会遐侪财产嘛是应该啊，全台湾无迄种四十几岁有这种财产的敢不是？有。啊，所以莫讲怪，你要讲安尼母，啊，咱就来一行一行甲看。我较早伫中山病院做医生，啊，我处理的真侪拢是真复杂的病。所以做医生甲做政治真共款，就是讲第一项有啥物问题，咱照步来甲处理。吼、哦、啊，医生嘛是共款共照顾好。第一项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改变咱台中市第二选举区的政治体制，来改变这个所在的政治体制，改变这个所在的政治文化，吼咱地方的政治的体制会当健康正常，安尼好不好？